对啊，他也接得住了。他会举手，叫名字举手。举手就是我都。那吃橘子、芒果吗？看得到吗？啊，你看不到，他们在下面。你以为只有一只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一只。这一只小只的在躲躲他妈妈，躲吃不动了，吃不动啊，给妈妈吃的，很好笑啊，他跟人类妈妈一样。他一直在躲，他妈妈一直在找，所以就都跑走了，就没有。就坐在那边吃。自己找自己的位置吃。他们不会抢，那个大猩猩会抢哦，大猩猩。这个很，很。水果捏捏。对。这只小只的。他妈妈在追他，你还给我吃啦，你还要他咬一口就去玩一玩，吞下去了再来咬，很好笑，糟的。我就乱逛啊。乱逛。对啊。他在喂食里面拍的，很多他们吃，我看吃的不错，吃的都会。妈报仇嘞！哇塞！嗯，其实是女生，不是吗？这里七只都是女生。那个公的在。我想说他最。他的妈妈是这一个。现在看的这个。很好笑。现在在最高的是齐俊，另外比较低那个是倪慧。对，倪慧，比较没毛啊，有没有？它毛和比较稀疏啊，对，饿它会去找它妈妈，看起来是鬼灵精的，你看，所以我刚刚想说拍它就好，很好笑，够给妈妈的小孩，对，这个养的很值得啊，他也是仗着他妈妈是这一区的老大，好可爱哦，对，你看他，很好笑，好可爱，果然还是要问你才对哦，他，你最了解了，你有仔细在观，来了，你这个齐进来，他在看，又在看，刚才底下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他们大家都一直集中在看，没有找出来，还在看。